嗯，你别笑，你是不是有点赛脸了？你是夸我好看吗？真不要个脸！啊！我就告诉你一句，你快了。你说啥？你就装傻充愣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是不是不够吃？来，都给你。嗯，你咋知道我不够吃呢？算你有眼力劲儿啊！哼，这辣酱拌面条好吃多来点。有人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家伙真上食啊，是辣酱拌着面条好吃吗？肯定好吃啊，谁让你不吃了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到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我们呢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类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满满这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媳妇儿。来，这还有吗？吃。媳妇儿，我吃饱了，我不吃啊，媳妇儿。我让你吃。不吃了，媳妇儿，我吃饱了都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吃。就你这样的，就是三天不打跳黄金了。媳妇儿又想使坏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。嗯。幸亏我有记性，提前藏起来个烧鸡。怎么这么重了？好你个没良心的，整个烧鸡还想自己吃，我让你这回做梦都吃不到。你别笑。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钱，可能又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，回头可得好好和他算一算。这样也太明显了，撒点花生伪装下。看看今天有啥好吃的。哎呀，好吃的没有，只有啊鸡蛋和酸辣粉，吃吧。来，给吃吧。媳妇儿，这鸡蛋我天天吃都吃够了，给你吃吧，来。哎呀，这又藏好吃的了吧，媳妇儿？今天我就吃这个了。你天天上那么多次当，你不打开看看呢？媳妇儿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还能坑我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说的好像也对，是吧你？咱看一会谁吃亏。
你不怕不吃吗？不是尝尝啥味儿啊？老公装傻充愣还真有一套，不过可惜你今天碰到我了，他就只有傻的份了。一天就以为我好糊弄，你看一会儿我打气你。这人那得有自知之明，就你那点智商还想吃独食，你真是小公鸡下鹅蛋。想必媳妇怎么也猜不到他给我整的陷阱，被我改成了骚鸡的庇护所，咱也太聪明了。你不会自己整啊？为了烧鸡再引你一次。来，媳妇儿，这个也给你吃。我吃饱了，不吃了。呀，你饱不饱我还不知道吗？跟我俩装啥假呀？吃吧，那我可吃了啊！我都快等不及了。老公，这酸辣粉可好吃了，你尝尝啊！我不吃，你吃吧，这个好喝，我喝点这个就行。行，那我可吃了啊！哎，你就给我整点纸去吧，我擦擦嘴。想支走我没闻，给。那你就继续做梦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也太好喝了，我再来一杯。媳妇儿，这个挺好喝呀，给哪儿买的？姐妹们，我们喝的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以及少量的木糖醇，没有添加色素、香精、防腐剂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喝。而且呢，平时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简单方便。我们呢也可以把它当早餐呐、午餐、代餐都可以啊。喝起来就是豆浆的浓郁香，加上银耳的咯吱脆以及燕窝的丝滑感，而且每一大袋都是单独的这种小包装啊，出门呢特别方便携带。现在29.9给大家发整整三大袋。还送一个同款的胖胖杯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还没吃完呢，吃点得了呗，快下去吧你，一会儿这碗我刷去。就你这样的，就适合吃点骨头。快下去得了，我这是烧鸡。咋回事？咋是骨头了呢？你这娘们儿，下回我要再上你当，我指定得跟你离。哎呀，就这样的，不如试试。这娘们儿又想整我，你等着。老公被我忽悠住了。老公，给吃鸡腿。哎呦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吃啊！你看今天特意为你做的，快吃，给。我今天瞅肉迷糊，媳妇儿，你吃吧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每天都争着抢着吃，今天快给你吃，快。每天你也没有这么好心呢、啊。你吃一口可香啊！我不想吃肉。那你吃点面条、馅的菜、米饭啥的。我没有啥胃口，我先喝口水。你别笑。今天说啥我都不能上当了。不吃肉，吃点菜去。这个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啊？你咋不能吃？你俩新做的，饿乎的呢。我还是算了吧。小样的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护食了。给你把这个吃了吧。我可不敢吃啊。你看咋的，瞅着那么香啊。我瞅着就难受，你快吃吧。我想啊。你就装吧，我看你能装到啥时候。你别笑。啥味儿啊？啥味儿不知道，但是就香啊。这可真愁人，到底咋回事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他一定是在引我上钩。来，你多吃点。没错，他还不甘心。你吃点这面条吧，大辣酱可香了。来、我不吃，我今天是肚子不饿呀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真是不知道好赖呀。我是不相信你。这辣酱拌面条可好吃了。今天给你成全了。
这么淡定吗？我还就不信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太好吃了。应该在米饭里。来，媳妇儿，这还有米饭呢，来，看你吃不吃。这米饭拌辣酱啊，好好吃，你尝尝来。我不吃，你尝尝吧，媳妇儿，你先吃。这回我看你咋整。啊，啥情况啊？来，媳妇儿，这还有青菜呢，多吃点青菜好。你吃呗。我不吃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这回说啥，你都躲不过了吧？这也行。你别笑。还是没咋地。来，媳妇儿。这还有呢。谢谢啊。说话这么客气，肯定是心虚。媳妇儿，这辣酱拌米饭好吃吗？我告诉你，可香了。你说你今天咋就不吃呢？我也不知道我咋的了，我咋不吃呢？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会用它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当蘸酱炒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，常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9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了盖子特别的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这种活动还在，需要价吗？抓紧去拍吧。都给我们看馋了，剩这一多说了，我得忍住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人。媳妇儿，我今天敬你真是条汉子啊！咋的了？那血辣根儿，你愣是挺住了，你可真能装啊！哪来的辣根儿啊？我看过你抹辣根儿了，假的，演的，不可能啊！你真能演呢、啊、你？你这不是给我看你吗？今天你要不整俩鸡腿哄哄我，你看着，我的天哪！你开了我的后门啊！你给我等着，看你能整啥吃。你也就会煮个面条。哎，我呢？好像谁没有似的。这娘们儿咋给自己整这些好吃的？故意馋我是不是？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我先尝尝。你别笑。有人。赶紧摆回原样。啊，真香啊。不好，要回来了。再给你加点料。啥好人都得让你去玩。给自己又加个菜。我太聪明了。这啥玩意儿？差点不就露馅了？我还是表现的正常点。媳妇儿，你那饺子蘸辣酱好吃吗？我这拌面条可是挺好吃啊。还想馋我？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推荐它拌个米饭、拌个面条、当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、当个蘸酱炒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，常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给大家发满满这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了盖上特别的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这种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马上你就哭了。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很着急呀？咋还不吃饺子？既然你想吃饺子，我就成全你。到这吃了吧。我不吃。滚，老子
哎呦我的妈！滚、啊！你这样的，这么轻吗？竟然敢背着我偷看美女！啊、看看你又藏啥了？整两个破洞里还想忽悠我？把我大肘子放上，这样你就想不到了。选一个吧，我选这个。这个整的都起螺了，肯定有好吃的。包子面条不都是你爱吃的吗？那是昨天的我爱吃，今天的我不爱吃了。爱吃不吃，我先吃，你等着吧。正合我意。包子蘸辣酱挺香的，你不吃啊？吃都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？可真不愿意搭理你。不对，老公肯定是藏肉了，我先试探一下。哎，给我蹲下手。给。哎呦，我不喝这玩意儿。爱喝不喝哦，要喝自己拿去，没长手啊。你长能耐了是吧？你别后悔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是故意的啊。你这是干啥呀你啊？这水不听使唤了，快治吧。小样的，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蘸点辣酱更好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让你和我整事，一口都不给你留。这肘子也太香了吧！这辣酱可不能少。回来了。你还能干点啥你啊，瞅你给我整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你是有意的呗。看我还有肘子的份上，先不和你计较。这包子蘸辣酱挺好吃啊。看我一会儿吃肘子蘸辣酱就馋你。你别笑。我的辣酱啊，让你吃白瞎了。瞅着挺有食欲啊。啊，真香啊。这还吃个没完没了了。又在看美女，你等一会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这辣酱拌面条真香。太好吃了，看得真投入啊，一会我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你别笑，我都心疼我的辣酱了，一会儿给我照没了。你少吃点我的辣酱吧，我自己还没舍得吃呢。那好吃还不让你吃吗？再说哪次你少吃了？真能抬杠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到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我们可以用它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啊。现在19块有一大发，满满给你香。十罐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一会儿那些辣酱全是我的。我全吃完，你等着吃空气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可真累挺，吃点饭可真磨叽。这回我能消停吃我的肘子了。呀，我肘子呢？吃了。那我吃啥呀？冻梨都吃了，就啃呗。就你这样式的，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了。真是的，你说那你。我家里太有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你阳了，你离我远点。我有了。啥玩意有了？有怀了。谁的？你数吧，好好看看。哎妈呀，媳妇，这也太突然了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啥也不是。来，媳妇来，你多吃点今天。这也太突然了，媳妇。
媳妇儿，这饺子蘸着辣酱好吃，你多吃点来。正好我想吃辣的。辣的好啊，辣的是小棉袄。嗯，就饺子呀。媳妇儿，我想想啊。喝出去了。来，媳妇儿，有烧鸡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吃吧啊。媳妇儿，今天你是老大，你多吃点。媳妇儿，我不吃。那我吃啊。你吃吧，媳妇儿，多吃点。媳妇儿，来，蘸点辣酱。我吃。你别笑，真开心呐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得对我媳妇好点了。媳妇，你多吃点啊、哦！再不能和媳妇抢吃的了，我得让媳妇开心，不能生气了。媳妇，你慢点吃啊、哦！一会儿你想吃啥，老公都去给你买啊、哦！哥，你别笑，啊，真香、啊！香不香，媳妇？香。媳妇儿，你蘸点辣酱，蘸辣酱好吃。都给媳妇儿吃。看媳妇儿能吃，我就开心。今天就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慢点吃，不着急啊，媳妇儿。今天没人跟你抢了。这都要抢，那你也太不是人了。来，媳妇儿，来擦擦手，喝口水吧，媳妇儿。明天我多给媳妇儿整点好吃的。咋想咋开心，我要当爹了。好不好吃，媳妇儿？好吃，好吃，你多吃点。媳妇儿，这饺子蘸辣酱香不香？香，好吃。这还有呢，媳妇儿，来多吃点。嗯，行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，太香了。你们拌了没有啊？说的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家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当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花生、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啊！现在19.9元一大发，满满真香，10罐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了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罐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爱吃，都留给媳妇吃。看媳妇吃的真香啊！饺子蘸辣酱好吃的很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都激动冒汗了。嗯，呀，媳妇儿，咋掉色了呢？那画的能不掉色吗？你拿这事儿开啥玩笑啊？那要不然我能吃这烧鸡吗？就你这样式的，这日子我一天都不能过了。我说啥，我得找我丈母娘去告状去。你说，你回家吧，一过我怕。